换个不一样的 pose， 你们海雾很有爱，换一个不一样的 pose 好不好？桑尼带领大家。哎，通常手势要讨论那么久吗？来来，赶快想一个好不好？节奏节奏啊，快点！爱心啊，就最后就这么 normal 的爱心 ，so boring。谁有障碍不能比爱心？证人说跟王明有爱心障碍，他们没办法，因为我们爱心是直接用给的，他们爱是给彼此的，不能给大家的。王明跟证人说很断背哦，来两位，好啦，那就是你们其他比这个比心，你们自在发挥，对，比心比心。视线看中间的摄影机，好，再一次期待海雾集结华语影坛超强卡司阵容，9月11日正式上映，谢谢各位，感谢，谢谢。那我们补单拍一下好不好？组合拍。大家不要离开哦 ，Sunny， 你跟仁硕这么好，你们三位先来合照一张，先加入对，先加入家宴。他跟仁硕那么好，那你们三位先。要加你啊，金钟加持一下啦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中间一定要有美丽的这个女主角嘛，对不对？三位视线看向中间的摄影机，集结了海上惊悚灾难电影啊，亿万票房，导演千豪暌违3年的大制作。好，中间的摄影机，三位看向中间的摄影机，3、2、1，还有哪一台要拍？挥个手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方向。右手边这一台，来，3、2、1，右边，不是我叫说挥手这一台，你们不用挥手，随便啦。对，你们想干嘛随便你们哈，来，好，还有哪一台要拍？挥个手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方向。挥手这一台，3、2、1，李大哥这一台，3、2、1，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那嘉义，你稍等一下，因为他两个男的真的很爱彼此，让他们单拍一张，两代角头同框。所以刚刚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两个男人互相爱彼此嘞。好好好好好，来，哇，这个同框历史性的一刻哦，角头两代都在海雾大会合，两人感情超级好。来，两位视线看向中间的摄影机，来一张，3、2、1。还是先看不用看我，来，视线转向左手边。来，视线转向右手边。你们真的不能比爱心啊！那个恐惧是什么开始？不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真的就没办法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不用说啊，也不用比啊，因为形式的东西，你直接做不就好了吗？感受到你说爱要直接做出来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真的说你整个大歪楼哎、欸！我船到翻船了，你不要乱讲话。这样你们可不可以比个大型预祝票房大卖？可以吧？快点呐、啊，男演员，大型来一下，好啦。哎、欸，这两个角头很烦呢、欸。合体爱心，合体爱心，毕竟是角头，这样做就有点限量一秒钟就好。你看是不是？连哥跟嘉宾拍的多好，限量一秒钟，阴到爆炸，好难就随便太 man。连哥今天怎么这么粉红泡泡啊？今天有点 girly 哦，超 cute。好了 ，OK， 兄弟嘛 ，OK， 好，谢谢各位。那今。